人鱼弄这么多快递，什么美人鱼？弟弟，今天来美人鱼了，弟弟。你们想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哦，这个就是一个调皮的美人鱼姐妹，因为我是一个无限的死循环，我就会继续问，那你们想吃什么？于是她就会继续问，那你想吃什么？那你们到底想吃什么？你到底想吃什么？你究竟想吃什么？你到底想吃什么？你们有什么特殊要求？今天听我的，跟我玩带你飞。哇，我有一种预感啊，今天这组住客有点不太好伺候，还要听他们的，行吧？我先把他的快递整进去。哎呦我的妈呀，弟弟快来帮我搬快递。弟弟出发喽、啊、早上好，巴克巴克，这车可真舒服。哇，它还是全景天窗哎。我们今天要当自己的主人，我来当一个小屋 queen，今天我们就是女王。对，我买了好多东西到那个阳光小屋。又买？说实话啊、我买快递我容易记不清自己都买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只记得一次，就是我去北京家找你，然后那段时间你也很久没有回家了。一开门堆成山好吗，直接是从地上到门顶，然后一打开就是呜全都掉了，然后你在那很开心啊，今天买了这个，明天买这个。采黄瓜的小男孩拿着一个小竹筐，清早起来准备好迎接客人到我家玩。哦，这有，哇，这个可以，再来一根。顺利踩到，虽然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吃黄瓜，但是我还是执着踩了黄瓜。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哎，来车了，到了，喜不喜？哎，是你？是我。哎，你好，这是我朋友温咪咪。Hello。咪咪，你好，你看看谁是美人，谁是鱼？我是美人，是美人，我是鱼。你们都美都美都美。那我想先请问一下，快递是谁弄来的？是你，走到哪里买到哪里。哎呀，其实他也是。好热呀，好热。客厅里凉快，你们先凉快一会儿。啊，养鸡场。哎，重点来了。手机。好的吧。这里，你们倒是痛快啊！据说哈，去阳光小屋要上交手机。哦，上交手机，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局啊！所以我备了两部手机。啊，不错。哎，你们坐呀，这沙发可舒服了，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哇，好有弹力哦。对，因为它里面那个海绵就是很环保，而且很软和，又摸起来也很舒服。你们俩算是好闺蜜对吧？对。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因为汪铎。对，那时候是因为在上海开线下店，然后汪铎带着他过来，我们一起的、带他玩喝东西，然后就认识了。他是一个真实的筋膜枪。弟弟要不要试一下？我天哪，这对他来说太重了吧。他以为有人在背后捶他。这有小吃呢，你们吃啊，这个小吃这可好吃了，里面都是鲜鱼制作。哦，这个是咸蛋黄芝士口味的。哦，这鱼啊。它是豆腐鱼，它蛋白质蛮高的。因为它是鲜鱼做的。锅巴呢，它就是那种花椒味的锅巴，你闻一下，它就是那种很浓很正的那种，花椒的味道。哇，好香啊！尝一下，这个就是口感酥脆的锅巴，好吃。来，拆快递吧，行吧？来吧。这都什么？
什么个什么？来我们阳光小屋还需要快递买什么？我瞅瞅。这什么？你猜这是什么？不是勺吗？不，这是瘦脸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还可以消眼睛的水肿。对，它还可以拨经络。但是我喜欢。行，然后这是啥？妈呀，这什么干嘛呀你？这香肠嘴，梁朝伟香肠嘴。有的时候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买这种东西。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戴上就知道了。哦哦哦，这是懒人神器。哦哦，等于我不用低头，但是我现在可以看得到我手上。要是你的颈椎不好的话，你可以躺着看电视。哎，我们只能这样子聊天，我这样才能看得到你们。李敏，哎，李敏，我们只能这么聊天。好不行，好晕啊！我也有点晕。为什么要买这个？我就觉得很方便啊。还是不懂买来做什么？看看他今天的操作。答案就是啊，这个我知道。这个超帅。这个我知道，就你随便问一个问题，完任意翻页，就回可以回答你。立刻问。立刻问。立刻问。你先问。嗯。没有问题，对人生没有疑问。沈林跟心中的那个人现在是什么状况？好像吓我一跳。先做重要的事儿。先做重要的事儿，事业。对，朋友们，永远是先顾好面包，哎，再搞爱情。没有面包，爱情也会很枯燥。嗯，说的对。我想一个我自己问的事儿啊，我要多久才能遇到真爱？先做重要的事儿。哇啊！第二次，哎，第二次看到他了。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你一直在做重要的事情吗？我翻译。我30岁之前能结婚吗？哇，这么具体。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就说明如果有对的缘分，不要犹豫。对对，我知道为什么。嗯，来，我问一个。好。那个男的，他现在过得幸福吗？可以吗？嗯，可以，没问题，我都可以。什么？什么东西？脸红成这样？不是。啊！天哪！这是对的答案吗？对。所以很开心。我问一个，就是孟佳什么时候能找到真爱？孟佳看到节目的时候应该气死你们这帮损友。孟佳是什么？一笑置之。我天哪！爸爸什么时候能找到真爱？周杰琼什么时候能找到真爱啊？这样吧，那我们就按照墙上照片来问吧，好不好？那我们得罪了半个娱乐圈的人。这是什么呀？不能，它是一个食人花。哦哦哦哦哦哦，那就是可以玩那个游戏嘛，夹到手，大家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节目处处是坑啊！啊！来吧 ，Round One。就这里吧。哦啊！不会是我了，还剩两颗。哎呀啊！哦哦哦哦哦！我要回答什么呢？
讲一个你从来没有在节目里讲过的小秘密。小秘密？哦，我喜欢睡觉前涂花露水。不熏得慌吗？这我还真没发现呢。是吧？我只知道他睡觉一磨牙，睡觉一磨牙。啊！哎呀，这个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都没有说过的。我加满了啊！我磨牙加打呼噜，这是双节打呼噜。对，我一张床就是横着睡，然后睡前要涂点花露水，我就嘎吱嘎吱，然后打呼噜。好了，告诉你。那我觉得问到了我们想问的，可以不用再继续这个游戏。不可能！是吧 ？Round two。啊，我摁了吗？我还是这里。你看看，我说是不是不要玩了？结果你看看，那这样讲自己最尴尬的一件事好了。嗯。哦，我在美人鱼四十强海选的时候，我没有带打底裤。你们这。然后我没有带打底裤，然后又是短裙，得上台跳舞嘛，然后我就把一个白色的丝袜剪成安全裤那个长短，等于是那种长筒袜，对，急中生智，这都算化险为夷。你要说一个，不是关键，我的都赢不了你们，那也想听。就我工作当中有一件啊，现在想起来就是后悔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很喜欢林忆莲，喜欢了她20多年的时间，终于有一回录节目可以跟她一起录，陪伴她一整季。可是呢，那个阶段的我啊，迷恋一种古装剧男主角眉形的那种奇特的审美，刀剑眉是吗？对，然后这我顶着那样子的眉毛。跟陪伴了林忆莲一整季，跳过那个阶段的审美，此刻再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丢了一整季的人。所以在他脑海当中留下的就是我画的化妆的像是扮永久纹眉一样的眉毛。讲到这里又很低落。这个是是发卡。哦，发卡。长得鸡翅一样的发卡。哦，还有串儿，还有排骨。我做糖醋排骨超好吃。哎，这做的很逼真。哎，对。哇，这个很录完节目头发太短好像夹不太住。这是我最爱吃的面包。你有杀过鸡吗？没有。你不觉得他们很吵吗？你也不能因为他们在叫就把他们杀掉吧。打鸣啊，一直打鸣。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呢把他们送进鸡笼啊，送给隔壁邻居代为寄存一下。那到最后还是杀掉了。你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下午茶整起。好。啊，我想吃鸡。我想吃鸡。Room service。哇！哇！那你们休息吧，待会儿叫你们。嗯，好吧。好。哎，这是啥来着？哦。哎，它是怎么用啊？这是看电视的吗？啥呀这是？哦，怎么了？这个床怎么会动啊？可以靠着的这种，吓我一跳。这个适合腰酸的人来用。这么快就躺下？对。哎，你说，要是我爸妈用这个，我妈醒了，我爸没用，我妈用了这个功能，我爸是不是也得起来？对。这个叫温柔的呼叫你起床。我们是不是提前进入了养老的环节？呀，来，拿出自己的东西。哇，你腿好白呀。还行吧，你也白。没有啊，我穿了袜子啊。
你穿袜子了吗？对啊，超自然，像没穿一样，看不出来吧？哎，真的耶，这秋天穿很保暖。对呀，而且不会被蚊子叮。对，这里给你一个。啊，谢谢。我还带了一个那个，就是晒后修护的一个精华，就是这个，它晒后修护，然后保湿效果很好。看，你涂一下。哇，反正就是晒后啊，涂一下还挺好。给你一个，我这里拿了一个。谢谢。我给你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用的这个卸妆膏，因为我用的这个卸妆膏，我不用洗面奶。它是那种很绵密的这种质地，闻上去有种就是那种好像养皮肤这种医生用的那种，对，是不是那种比较草本的那种味道？我回头给你拿一个新的吧。还有一个这个，这个是那个飘柔的一个柔顺的乳液，免洗的，我给你看一下。啊，就会让头发变得很柔顺，我就挤那么一点点，就这样子就不用洗掉，就直接就可以，吸收也很快。就我涂在那个手上晕开，就是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感觉。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去找沈哥做下午茶吧。好的。做什么好呢？我要做西瓜火锅。我来啦。哎，有需要用到青提吗？嗯。橘子要几个？两个。两个。西瓜呢？西瓜嘞？西瓜。哦，西瓜在这儿。我帮你们洗葡萄吧。那您来吩咐一下，我做什么呢？能帮我拿一下那勺子吗？哦，就是那个，在客厅是不是？对。好嘞。谢谢。哇，这一瓜好好。你这样子很危险的，你可别。啊，你小心点。你的小勺来了，谢谢。哦，原来是做这个用的。对啊，洗吧。三边都要挖空是吗？对。哇哦。那我来剥橘子吧。现在最难做的就是剥橘子这个事儿，技术含量太高。这个什么技术啊？橘子要剥出一半一半的，而且把皮儿剥掉是非常难的。是吗？好吧，颗颗分明，并且皮都被我剥掉了，很厉害的。好棒啊！哎，感觉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了。你要不去歇会儿？我怕这太热了。这是我配上的。贝瑞甜心莓莓百香果发酵果酒，果酒，嗯，低温下慢慢发酵的，零添加的。这是杨枝甘露吗？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是不一样的口味。哦，好看一点。当当，再给它浇一点。可以了吧？哇，哇，这个葡萄配上这个果酒绝了呀！哇。哪里漏了吗？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哪有玻璃碗？玻璃碗在哪？哪里哪里？好，这有玻璃碗，吓我一跳啊！好，我们回到客厅，下午茶来了。哇，好像是当当当当当。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准备点湿巾。请问一下林大厨，主厨推荐先吃哪一部分？这个葡萄配上果酒的这个。哇，要蘸一下汁。还行，它那个果酒是不是青梅口味的？百香果的。百香果吗？就反正放在里面没有违和感。对。嗯。你应该蛮会做菜的吧？嗯。你是不是做过一个很夸张的那个泡菜？对，做了几十公斤吧。那得弄多大的缸腌啊？我拿浴缸。加浴缸不是那种用小孩洗澡的那种，他就是买那种比你洗的那种盆。只要那个期间去你家做客的人都会闻到浓郁的泡菜味儿，人家出甲醛，你出泡菜味儿。有道理。你一定会
你的晚餐不会是想把那个大公鸡杀了它吗？我们院子里鸡从来没有这么惧怕过来住的人，所以你晚上准备对它下手？会，抓鸡。问你会做吗？你会做什么鸡？什么？想做个栗子炖鸡，但是哪里有栗子吗？栗子还栗子炖鸡？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糖醋排骨、拔丝地瓜、马蹄红烧肉、爆炒猪肝。那要不要试一试？晚上咱们就林大厨动手。可以啊。对啊，你真的应该试一下他煮那个排骨。所以你宅在家会想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填满自己的时间。对，还有手工 DIY 的手机壳，还有这个就自己做指甲，然后粘土泥，我自己会有数位板，自己玩那个 Photoshop。 你用 Photoshop 是来做什么呢？是修图。我自己会在家里给自己拍照片，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网上有那个自己在家拍大片，我们可以试一下。我觉得让他试一下，给你拍一个大片。在我们这儿吗？试一下呗，这里感觉能拍大片的感觉。对。但是什么类型的大片啊？有那种类似风格的照片？就像这种。啊，这种啊？对，找一个桌布，还有这种锅盖吧，这个是。对，这个是拿锅盖拍的。对。行，我可以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拍的。好，去厨房一趟吧。让我们来看一看。哎哎哎哎哎，我就觉得这个像。哇哦，这可以吧？哎哇，这个好棒哎！这可以，这很大张。哦，这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行，这可以。有了有了。好。得了。我们拿竹林当背景，先拍桌布的。背景很重要。我开始了啊，我看怎么飘好看。不要拍成妈妈在景点的那种拍照啊。妈妈景点是这样的。好了，我开始了啊。嗯，来了。不行，那个没飘起来。或者你试一下，你在你面前先扔一下。我给你示范一下。来来来，专业的。我先给你拍两张呗，我想拍一下，看一下。顶级超模来示范了啊。就这样、啊、这玩意儿可真难驾驭啊，那就得这样飘起来。有飘起来吗？我要看。我这个里好像有。哎，这张照片叫逃走的厨娘。我要回家。你看这个被窒息了。每一张都不对劲。严哥你别杀了我。你来。好来了来了。这背景不太行。或者可以这样，我们可以拍一个逆光效果，就是它沿这条路走完了之后是那种逆光效果。嗯，可以。你试着到这边来走一下，我们看有没有一种剪影的效果。开始。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给我拍那么丑的。这个东西是真丑啊。为什么拍不出大片效果啊？哎，其实这张还行。哎，这张如果要是飘起来的话就还 OK。 哎，嗯，可以。现在有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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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准备好。来了，开始了。迎着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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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着风。你很像穿婚纱似的。好看吗？对，很像是穿着婚纱。哇，但还可以。哎，这样的话哇啊，好好看。哇，你看这张。嗯，好看。我想到一个，就是你就这样然后举起来然后放下来。啊，对对对。然后我卡着点落下来。对对对，就站定。我先拍我这个方案。就你就在这儿。你先拿它试一下是吗？对，就我刚刚那样子。等一下，别动。
怼脸拍。你来扔呢？这相机可真沉。这什么大片儿？挺好的，这张还可以吧？那你给我拍，来吧。哎呀，好美！这可以，这个好，哇，专业的。可以，成功。来，咪咪，该拍锅盖了，你去换这条衣服吧。那需要锅，对不对？对。不是这种吧？啊，对，就是这种。这个吗？对。那它这盖得拆掉哎。我来吧。这好拆吗？太难了，大片太难了。因为人家拍大片，如果风力不够，他们肯定旁边会有风扇什么的。对，扇的。就是能帮忙，不然我们，来，我帮你拿着。好嘞。行，东西齐了哈。那我们在屋里拍这个。咪咪，来，来呀。老老实实的上课，你可能要忍耐一下。我先试一下，这样吗？只能为艺术。要戴上是吗？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大片都是这样拍出来的，我跟你们讲。确定这不是一个整人游戏吗？我觉得我要热死。他要整个把它包住。对。好好好好，我们 OK 快速的。然后等一下啊，咪咪你还好吗？感觉要出片啊！哎，怎么着都有了，可以救他出来了吧？可以。我都不敢讲话。大自然的味道真的是我现在是太不容易了，汗蒸有了吧？有了。哇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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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超好看。嗯，好美，好开心。你要给林允拍一个不？要不要挑战一把？来来来，好，来，好了，来了。我觉得云哥肯定会杀了我。要不要来个前景？前景，来，我来。啊，对对对对对对，我都忘了这个事情了。哎，这个好好看啊，科技感，真好看。哎，真棒！好棒，成功耶！我需要下筋膜枪放松一下。我觉得今天好充实啊。好充实的一天啊。我居然玩饿了，一心想着吃。那咱们晚上咋办？吃啥？吃鸡。你就是铁了心了呗，就我们那，对，那公鸡铁定得给炖一只。哎，得要炖一只。哎，有人啊，你们等一下，我看看谁。我来了。熟悉的声音，不祥的预感。是我，没有错，你最不想看到的人。你怎么来的？导航还能导到这儿来呢？就是为了躲我，选在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欢迎欢迎，快带我去吧，我还是第一次来。帮你拿。环境不错呀。是来杀鸡的吗？带你看看我们今天的客人，林允和米米。嗨，我是李欣爱，阳光特派员。你好你好你好。请坐请坐。不客气，我们坐吧。别那么拘束了。哎，然后第一次来，给你们还带了礼物，不能空手来，对吧？来来来，给你们拿着吧。什么东西？你不是要给人家介绍一下吗？清洁面膜，清洁面膜，然后它就是可以吸附黑头，谢谢。然后可以清洁毛孔。哦，哎，深层清洁。哇，现在品牌做的好有创意。对，而且很好看，对吧？就是这样，有点好闻，比较自然的味道。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的面霜，这个面霜就是那个修护的、舒缓的，它可以让你泛红什么都可以镇静舒缓。
然后可以镇静皮肤，给，谢谢谢谢。哇，好大一罐，200毫升可以用很久。录节目可能就是皮肤要镇静舒缓一下，然后它是修护敏感肌的。太棒了，我也是敏感肌，专门针对我们。那今天咱们要干嘛？那个什么，因为你可能更熟悉一点周边的环境啊，就是我们向你打听一下，就是林允呢，他想做板栗烧鸡。我们菜园里有鸡，但是要解决板栗，你觉得我们这附近有可能有板栗吗？后面种了一片，就后面有是吧？后面那边刚好有片板栗，其实周边的食材比较丰富，我们都是就地取材做。来，谢谢谢谢心爱，谢谢，那咱们先去搞板栗，走走走，好吧，走 ，Go， 要戴好手套，然后我们得把装备都弄好。好，走了。本栏目由官方唯一指定用车吉利 icon 联合冠名播出，吉利 icon 开上路，出行生活变潮酷。上快手关注综艺《阳光姐妹淘》官方账号，获取最新精彩片段，参与江苏卫视《阳光姐妹淘》话题讨论，与老铁一起分享你与闺蜜的幸福时刻。本栏目由 Miss Berry 贝瑞甜心果酒特别赞助播出。 Miss Berry 小酒不私藏，情绪要分享。本栏目由诗翠娜积雪草防护卸妆洁面膏特别赞助播出。诗翠娜魔力修护，愈韧愈活。本栏目由怡奥 EON Home 樱花粉粉沙发特别赞助播出，陪你度过每一段甜蜜时光。本栏目由佳贝美透明质酸皮肤修护液特别赞助播出，加倍呵护，加倍美。本栏目由飘柔免洗柔顺乳特别赞助播出，飘柔免洗护发素，柔顺变美，简单的多。本栏目由黄小姐光腿袜特别赞助播出，不是光腿，胜似光腿。本栏目由天然物豆腐鱼酥特别赞助播出，不想听大道理，只想吃小鱼酥。本栏目由花椒世家手工花椒锅巴特别赞助播出，教会生活有滋有味。本栏目由吃的学问云营复合益生菌特别赞助播出，有了吃的学问，碳水油腻都不怕。本栏目由英帕兰山茶花赋能面霜特别赞助播出，红脸急救深度修护。本栏目由 Round Around 蓝迪兰香氛喷雾特别赞助播出，好生活就是浪漫花香的蓝迪兰雅致喷雾。本栏目由食物初见全棉保湿棉柔巾特别赞助播出，保湿棉柔巾选初见，洁面水润美如初见。本栏目由 C 咖清洁小罐膜精华集特别赞助播出，深层清洁毛孔，吸附彩妆残留。本栏目由粮食美颜光特别赞助播出，室内防晒就选粮食美颜光。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江苏卫视《阳光姐妹淘》官方微博，和闺蜜一起观看合集，边看边聊，快乐加倍。参与江苏卫视《阳光姐妹淘》话题讨论，分享你与闺蜜的快乐相聚时刻。你们打过板栗吗？没有，你打过吗？我也没有哎。这是板栗吗？对。哦。看见没？掉下去的，它都是。原来长这个样子。它都是板栗。但是你要吃的话其实要掰开，但是很扎手，这个要那个拿脚踩一下，像这个裂开了，脚一踩裂开了，就是踩一下这个出来了，这个对啊，踩开了，原来长这样子的，对哦，它这 一包里面不止一颗，对，很多颗。哇，哎，林允，你看一下，我们大概需要多少颗？20颗就够了吧？20颗，打板栗变成了捡板栗，捡板栗。那这样我们先打两个。好嘞，这已经准备好了杆子。对对，我们有备用的在这儿了。其实真的不用打，你也可以摘到。哦，对，上面一个那个，就上面那个。对对对，打一下，打一下。哎呀，哇，就随便打。哦，来了，掉下来了一个。哦，要踩那个树上会更新鲜。哦，这熟了吗？这没有青的就没有熟。但是裂开的其实应该也可以，哦，就像这种就可以吃了。对对对，这个就没有熟。那种甘甜的感觉，糯糯的。踩不开，谁告诉我一踩能踩开的？你用脚掌踩啊。
剁成了一个泥疙瘩了。嘿呀呀呀，已经烂了。哎呀，已经磨粉了，变成板栗沫了。对不起，太大力我。够了吧？那就够了吧。够了，够了，这些够了。行，走。我们现在要有一种丰收的喜悦，好吗？ Yeah. 踏着那种迎着落日的余晖， yeah, 就是啊，乘着歌声的翅膀。哎，你们有没有打过板栗？打过板栗？或者伴舞？噔噔噔噔噔噔。板栗长得什么样嘞？哎，什么样？你刚那段编得完美无瑕。好嘞，抓鸡抓鸡。跟我来，进入阳光菜园。哦，你们，就你啦，你最肥！来，放手，宝贝，宝贝，你们出来，宝贝，宝贝！你们都这么勇猛的吗？打不打？你不动，慢点抓，慢点抓！啊，小心，小心！哎，不要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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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来抓你。我来，你抱我这只，抓到了吗？你给我出来！你不要跑了，我求你了！你不要跑，它跑的是真的快。我好想帮你把它抓到。我也很想帮它。怎么回事？帮不到。放生它吧，我们挑一只别的吧。它去哪儿了？跑那儿去了。哇，我来，你这样你抓着鸡不方便，我过去。我去堵它，堵不到它。哇，它在那条河那儿哎，不要再跑了好不好？它可能会飞过去。我在这儿堵它。它求生欲很强，你们俩加油。小心！哎，那是个死角落，你可以抓到它。这下你跑不了了。哇！小心！抓到了没？啊，抓到了！哇，好不容易！哎呀妈呀！走吧，走！别叫，别叫，乖！行，那我们那个。把鸡来处理一下，准备晚餐，然后你们也可以休整一下。好，你们就吃吧，就处理吧，然后我就走了，下次见，拜拜，拜拜。走喽！走喽！我们是不是要做饭吃啊？大厨来定一下，我们今天晚上主要是做什么菜？什么菜嘞？青椒包肉。青椒包肉。哎，这个鸡得算上。嗯，板栗烧鸡。板栗烧鸡来一个，糖醋排骨。好，可以了，开始吧。三个，三道菜，耶。你以为做鸡很简单啊？嘿，啊！哇，你这个真的是。你拍打戏应该用不到武行老师吧，就是直接自己来。哦，开心过期。因为你这么会做菜，你将来结婚的话，你这种活全都归你来。结婚我就不做了。但是结婚的时候得说我啥也不会。那对方会问说，那之前节目上看到又会做菜又会折腾的事情。我都忘了。如果对方是真的很不会做菜的，你可以接受给他做菜吃吗？我可以，但可以吧。哦，你这也不坚定啊。你接受得了男生撒娇吗？你这个我做个饭坑也给我刨那么多。
你说，你知道他会撒娇吗？他超级会，特别是跟姐妹。凌云，你腾个空，你冲着米米撒个娇，我看是什么样的。啊！怎么可以吃老母鸡？这个没有说服力，一边在剁人家，一边说啊，怎么可以吃？啊？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什么？两个灶台全占上了，现在无法做第三个菜。没有办法，实在是能力太出众了，只是条件受限。怎么会这么有才华呢？人又美，还会做菜，心地又善良，皮肤还这么好，还行吧。可以，就两面占一下，大屏掐着腰就看着我们搞。这个塞满一点，不然它会漏。嗯，一看就不是我们店出品的。我们呀是童叟无欺，价格实惠，量又足。你们店怎么回事？好，多塞，塞到他肚子大，就给他塞饱为止。哇哦，你看超级香，好想吃一个。要尝一下吗？让大厨先鉴定。怎么样？好吃。啊，好烫，我知道了。每次他做完这个排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会抱这个盆吃，你知道吗？厉害哎，这是餐厅里的味道哎。这么夸我吗？真的，你是那我认识的女生当中做饭最好吃的人了。真的吗？真的。你这样说话会不会得罪人啊？不会，因为我认识的其他女生她们并没有做过饭给我吃。感觉接下来这一部分就用不了咱俩了。嗯，那怎么办？研究研究话题。所以你们都问孟佳、周杰琼什么问题啊？我们的问题都是那种很走心，并且是很温暖的问题，很童趣，是吧？是的，就完全回到那种简单的快乐。你相信他吗？完蛋了，这么不信任我吗？嗯，相信你。哎，那我只好化身伊丽静老师，直接站这儿问你：这么会做菜，你家人知道吗？绝了！哇，满满一盆。我感觉我们在做农家乐。那我们直接端上桌吧，好不好？哦，端上桌吧。直接来上桌吧。哎呦！啊，走起！这太专业了，这做的。我说不了话，我说。好，来给你们推荐一个，它是如果你从厨房啊，或者你吃了火锅出来身上有味儿，就可以直接拿它喷，它是直接可以贴近皮肤喷的，就身上也可以除味儿，好实用啊！你看，神经病，我们举个杯，好啦，谢谢。辛苦啦，辛苦啦，大厨辛苦，抓鸡辛苦，谢谢这只鸡成全了我们今天的美食。这个纸巾超好用的，它还有保湿的功效，等一下可以擦一擦。哎，真的很好用，而且百分百全棉，厨房当中我都用了。对，关键是它百分百全棉，然后它连湿的都可以用。对，我刚才特地看了一下它的牌子，我回头准备找你们要一点。自己下单，自己下单。
来来来，都饿了。刚尝完鸡肉了，这还蛮嫩的，很嫩哎，很好吃，真的很好吃。青椒包肉真的很好吃，我还觉得我的糖醋排骨最好吃，都是你做的，而且这是在你不熟的厨房里做出来的。你有算过你会做多少道菜吗？我近几年做饭做的很少，是因为太忙。嗯，而且就是能做跟就是每一道都跟糖醋排骨一样好吃就很难。如果是你做的，你觉得自己能够跟糖醋排骨一样并驾齐驱的第二好吃的红烧肉。红烧肉。下一期再来一期吧。下一期再来一期，完了做那个红烧肉。红烧肉也很好吃。好，接下来作为主持人，主持人米米即将上线。米米，你什么时候会找到真爱？哎，今天那个书怎么讲来着？哎，女主持人米米怎么回事？我们本来要联手访谈的，结果我们现在被他访谈。哎呀，第一轮进攻失败。哎，我们都会觉得周星驰对你超级好，真的就是你像他，画得好快呀，真的真的，其实你的事业算起点蛮高的。因为你在拍《美人鱼》之前，你等于完全没有拍戏的经验。对，第一次拍戏难吗？你觉得？难呀，就我演海胆的那一场戏。你们是谁？纹身已经收好了。我内心心理活动非常丰富，我觉得我表达非常的好。但我一看回放，我面无表情。哦，就我就是啊，演戏怎么那么难？就那个什么，星爷导戏他是什么类型的？他是会讲得很具体，还是说要给你很多空间，给演员很多空间，让他自己去发散的？他会跟你讲得很具体。他会做示范吗？他会啊，他可过戏瘾了。现在演戏会觉得更熟练、更好掌握吗？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吧，就是会进步。我觉得他很适合当演员。他的样子长得很特别，就是演员脸。但也有很多好看的面孔啊，光好看没用哎，有一些好看他还没气质。哎，说来听听是谁。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没有 ，peace and love。来，女主持人米米，来。哎，我没想。米米，请问你有想进入演艺圈演戏吗？哎，你看看人家问的这个问题，切入点多么的巧妙。好，请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我喜欢。哇，女主持人米米，怎么回事？就如果是一个。你还觉得哎还不错的一个人，那你会第一眼注意他哪一方面？我觉得第一眼吸引女生的永远都是坏男生，很会 social 那种，但仅此于第一眼，第二眼就要原形毕露，要看本质。对。那你现在这个阶段是家里人会催你吗？会关心你吗？不会，我妈说了，我30岁之前是不会结婚的。你妈？我妈自己给我做了个判断。那你会拒绝相亲吧？因为相亲就是那种安排。我当然拒绝啊，就是我身边的姐妹，她知道没有一个会给我介绍男朋友的。就是如果是这个人能够在一起的话，比如说他出去说，哎，我今天跟那个哥几个一起去 KTV 唱会歌，晚点就回家了，然后你会电话催一催说还没回去啊，怎么还没散啊，会这样吗？我不会催，我会等到那个人结束。那你会让对方，比如说，那你拍个视频，我看看都有谁。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他可以拍啊。所以你们会查别人的手机吗？会啊。那看完了嘞，知道结果惊不惊喜，刺不刺激？看完，他要问原因，就
就是当我真的明显觉得，哎，这人最近有点异常，数次接到类似的信号之后，我才会做这件事情。你会像我这样吗？我不用接收到信号，我也天天看。对方受得了吗？如果两个人约会，你接受 AA 制吗？我没遇到过呀，因为可能就是如果那个人不想付钱的话，我们可能就付了。我跟他这种性格，对，绝对不会说让他出现 AA 制这种情况。但我以前遇到的是我付，那个人都没有说要付。那你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喜欢了就无所谓了，我什么东西都 OK。不能这样，我总觉得其实碰到什么样的不一定说我必须是碰到一个他爱我多一点的，或者是我爱他多一点的，就是那个人对了的话，他自然就愿意为你做很多事情，你也愿意为他做很多事情，就不再是那种要求型的。对，这很奇怪，就是那个人对了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他是对的。对，好，来，最后呢，咱们这个饱餐一顿啊，这个爱美的美眉们，给你们推荐一个好喝的益生菌助消化的，特别是你大餐之后。那它会排油吗？就是为了让大家不长胖。还可以泡牛奶一起喝。可以，就它可以冲在你喜欢喝的那个饮品当中都可以。干杯。干杯。好，干杯。哎，今天一整天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抓鸡。抓鸡最刺激惊险的那个部分。对。那最累的部分是哪一块？抓鸡。反正今天这一天跟鸡过不去。那一群公鸡说，我们也觉得是这样的。最累。好，那我们回去选照片吧。好。好开心啊，可以看到美美的照片。哎，我们在这儿拍一个照吧，好不好？好呀，好呀，好呀。这边光刚好好。耶！三二一。因为这个光线很柔和，而且它这个灯是无蓝光的，就等于对皮肤也没有。哦，这个很重要，皮肤对。而且你看我们刚才那个照片啊，就是整个它那个光就特别好，你看，就光就很柔和。哦。就很柔和，就很好。出来了，当当，哦，耶，成功！今天是一个很奇妙的旅程，一起经历了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希望我们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挫折，都要好好的每天开怀大笑。这是瘦脸吧？每次一起都是最开心、最放松的感觉。我还在等我们约定好下一次的旅行。哎，你还画了什么？画了一个抓鸡，然后我们哦，这个是你扎辫子的啊，然后是你，沈哥，好吧，那我们回去卸妆洗脸吧，好吧，走喽，走喽，晚安，晚安。这个节目不应该是表现我的好吗？我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情做好的。哇，成功了。什么感觉？感觉被脏了元神。我没有了，我真的没有了。求求，快起！可以撑得起来吗？真的，撑吗？那你等于一年都是住在剧组哎？每年，我不喜欢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就感觉要被淘汰了。哇哇！
Wow.